我是公关列车的那2010年3月16号，瑞邦瑞邦站11:26的白天是11次中北京高速林的泰鲁克之阳准备通过。耶，我泰鲁克之阳，小威士哦。我的是11次中北京高速林的 TNU101 或者 TNU101 泰鲁克之阳啊。你再来是天二零一，上下天二零四，不用嘛，只讲12次。今要华东线、南汇线开往新左营的，不用嘛，只讲。11:22，经由北回线开往。在瑞邦站，瑞邦站，你好，谢哥哥，你好，老板。